的话，这些的话是公斤料，在国内干蒙包就像这种嘛。然后大概这些东西的话，几乎是在缅甸都是洗过了，然后就堵过了啊，堵了一层又一层的堵过了。然后根本上的话就不可能会有那个惊喜的，基本上机会很低很低。有可能你全部买了一块，全部买了去切的话，一块都切不出新那种的都会有。啊，那话的话就根本就是像赌啊，那个赌彩票那种感觉，是吧？这些都是铁锈，比他们洗刷过的嘛。然后这没有机会的料子，咱们就当蒙包料一袋一袋的买。然后国内人很多有的人都过来这样一堆一堆过来收的，在哪里卖不知道。所以人家在缅甸也是这样。查的都根本就不会扔掉，就是这样存着一吨一吨的又卖出去，哎，就这个意思了。这家我们就专门挑好的就过来看吧。等一下他老板不在。哎，他女儿。逛了两三家敞口，然后就没买到货，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三道，过来看一下改口的，走。沙都相当的粗了啊，你看没有，第一眼那种打远远的打，这个沙就是特别的粗，一条一条的，估计都不用去打针看，打的水头都挺长的，是不是？这个料子沙粗，没有必要去花钱去买的多，算了，这个料子。像这个的话，应该是本三重那边的，相对来说沙就比较细腻的这个料子。明显的能分得清楚啊，沙细，这个肿嫩，打嫩的时候有点嫩。喂，老弟。哎。我现在在外面。有花呢，这个肿多相对来说特别的腻，细特别的，摸歪鸡的长狗的料子。那个皮革倒是相当的细，有点嫩。这里有点色滑的表现，应该这个色头应该大概是膏药，它进去的几率会比较低一点。是摸一敞口的吗？敞口都是挺正。这边的水头有点嫩。看到还是有点雾的那种感觉。多少钱啊？这个说这个要十个，这个变膏药了哈，它也有黄的呀，这个膏药啊，这样拖出来呢不会紧啊，是变成比较远，看看上面的啥啊，你看看上面的啥，不盘腿啊，这个盘腿就你等一下，这个麻烦这个是个 demo 的话，不是磨完之后。也有一桌啊。这个多少钱吗？这个月3包。十足的啊，这个。不得。十足的啊。多少个吗？两个小时的。两个小时的。
你看这个料子的话，大约说应该有点像，格迪摩那边的，可是这边的阿叔倒是说是摩埃鸡蛋啊。因为目前格迪摩的话，基本上它是一条一条的嘛，打的那种，对，一条一条的撕。这个有点肉，这个应该糯冰保底吧，长得还可以。这个敞口没有那么正，所以就开下都不太想开。就相对来说，不太敢高价去收，知道吧？啊，这个黄鼠，个多少啊，小姐？这天嘛，快五百，是吧？嗯。我把那他们先不带了。我打十万二两的鱼。不带。还有还多呢。啊？不带了。对的，有排组位啊，有嘛倒是可以那个，再高一点嘛就有倒是哎呀，这边嘛有点扁松，就是这一包好看一点，这边大概是变种。俺们这种白来了，俺别人撒点粉。什么？那这边是最有底的花，百飘花。嗯。这个不对呀、啊，这。哦。看下手上。这个给人怎么发？这个是摸外地敞口的料子啊，切的还不错，里面应该大概，这个是目前的话，能看到糯冰，起货的话应该能达到冰种了，你看没有？四两块钱，很漂亮。然后目前的话有两条，明显能看到两条，因为切的比较薄，然后可以杀刀，种的很不错。不捞不用了，点了。哎。好了。对住我们啊！等一下，对那两个在背他背的。嗯。那两个在背他，那两个在那都没去过。一百他们讲的。一百。那装饰的是漂亮啊。对。料子它挺漂亮的，就是价位有点高，就别人给个2000多万，大概10多万人民币吧啊，做出来一条的话，大概目前打的价的话说，最低的保底价的话应该3万块钱一条子有，我打，剩下就要赌6万块钱，然后剩下牌子，然后一镜头是比较大，10多公斤。因为上面是要堵的嘛，然后就我们就不可能打手肘扎，就会打得比较低一点。这边也是比较化的，种也是比较化开的。哦，那样，那样的 CPV 啊，1500万倒是他妈的，够，真的够了，更够了。那样，我怎么背了没有？没有，嗯，不，过了年龄，没有。这个年龄的过了年龄的对吧，过了不能吃这种年龄的肉，年龄的肉，哎，没错啊，漂亮啊，2000多，感觉风险有点大，就是个干度了，再切个一刀嘛，到时候有3条嘛，到时候好打架啊。那边也还有一条，是3000，2000万也可以卖了，
像目前这种打我感觉看看打架哈啊要堵嘞他是干的一刀比如说下面又跳出什么事可以有可以没有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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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他是画了手镯穿，可是这个手镯没有，可能他这边系列还是比较多，用圆圆的打，这样打的话就估计还是很多碎裂是看不到的，要这样自然光这样打，大家很明显能看到这个没有手镯。看这块，嗯，这个一般般不，这感觉一般般啊，啊。这个春春里的打不到了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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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别走别走哎来了更要我哎呀更要了别走对这个种是相当的老然后春带菜应该收获出来的这个春多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阳可是没有手镯味算了黄姐这个也比较收获这个种子是达到那个瓜尖的品质其实就是没有手镯的对爷那是啊打不了不要哎啊四六，打的千骂骂的，那我是没记性。东西加油啊！你好，你好。啊？你好。老马嘞？不玩了。他小，他小不行。真的？嗯。不用了，我。就要的啊？我俩就是，俺先花来的，你建议我帮忙，俺用还是洗出来？啊，就这么。大家教没这么说啊我这个料子漂亮啊因为目前这种半明料的话我们是自然光白天成交量比较大的这个料子啊春带彩长口的话应该是淮三厂那边的目前这边有四条还有一点飘花嘛种相对来说比较细腻一点这边四条那边四条然后剩下要堵一刀捞不要让俺的就好让俺谁好俺谁要我老妈嘞啊没路没用嘞要10000缅币才能封第二嘛第二好像要不要好像要不要
我菜刀捡的吧？啊，没有，我喂了。来来来，喂，我妈别逼着鱼了的。哎，这个还不错。然后目前我就给到500上，500万以上，500万左右的话，到25000左右可以买。啊，目前四条嘛，一条就打5000块钱一条啊，对吧？就我们售货出来的，大概应该这种一条的话，打个大千到10000，然后我们买的话应该是。要5000左右能买下的话，肯定是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是吧？再高的话，感觉又有点风险。这300万，是啊，那也可以了吧？差不多，我操！我靠！拿个，继续吧。那今天就买了这个，然后呢，这个自然光，这里是白雾嘛，你明显显然能看到，然后就这个沙。都发黑了，知道吧？里面是应该是糯冰是薄底的，然后是薄个冰，然后这个就有点大裂，没有这个裂的话，还会有一点机会有一点，薄的手镯，就是这个大裂，对吧？估计的话，手镯是不可能的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疗程打里面是不是，那边太亮了啊，让我按点。啊，这个打这个视频里面是内收，看到没有？它这个表现特别好，因为现在我们是用黄光晕打的。看一看，里面都相当的不错种，那里面的冰种相当的好，就薄的高一点。你看这边都很不错。后边的，你看目前这边的表现，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变种的几率还会上来，有一说还是有点低，可这估计这个还是要薄。而目前这个表现的话是相当的不错的，是吧？啊，这一坨的话也大概也可以。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这个料子买的话，350万缅币买的嘛，大概的话，这个价钱买的还算是小漏吧，也不算大漏啊，还是比性价比相当的也是比较高一点。好，今天就先到这里，快到这里，啊，这边的白物不错，好，挂。观谷珠宝成立于广东，拥有国家注册商标，从事翡翠行业10余年来，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支持私人定制服务，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观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谷。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那是您不了解翡翠。关注我的微信7887-2456，学习更多翡翠知识，判断翡翠的价值，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买翡翠找观谷，微信7887-2456。观谷珠宝向您承诺，全场保证翡翠 A 货，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可以淘宝交易，假一赔10，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3折，可以随便对比。微信7887-2456。